这一团呢，中部地区最厉害、最好、最大的一团啊，就是台湾陶笛乐团。那么，是不是各位贵宾、各位观众、各位喜爱陶笛的朋友们，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台湾陶笛乐团？接下来第二首呢，编号 K525 是莫扎特第十三号的小乐曲。Thank you.
K525 莫扎特第十三号小夜曲啊。那第三首是意大利民歌，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的话就是美丽的乡村风光啊，作于1939年。谢谢，我们谢谢台湾陶笛乐团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七重奏。